带了一次专程请来的断丧师，破格进行许多答案。揭露真相，还人公道。赌一把。外面的一手条件机灵得很。哎呀，断送师，司令很生孩子吗？肾亏了。段兰的人呢？请我去吃热汤面。不，你两个小猪崽子忽悠我！还有这种事？哎呀，顾府的盗音案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有大事禀告我们家公子。又丢了个孩子。敢在官家作案，谢指头婴儿。和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牵连。大理寺管得太多了。这个案子你们无需再查。知道什么人最该死吗？不听话的。已经出错，受死吧！你走开！